本师阿珂。相隔一年再度回到台湾啦，一月带着新专辑回归乐坛，开启亚洲巡回演唱会，海外的首站就选在16号在台北登场。而说到这次的主题，六位大男孩还特别解释了一番呢。밝은별의아스트로와그다음에빛을함께해주는우리아로아랑함께빛을향해같이가겠다는그런의미입니다네이제별은밤에만있는게아니라낮에도있잖아요그렇죠오팽나오팽나항상저희는여러분들의곁에있고여러분들의곁에서밝게비춰주는그런존재가되겠다는회사콘서트명입니다한국어를다알아들으시는것같아요로하헌하오难得盼到你们，这是一定要的啊！接下来就话不多说，好好感受他们准备的你系列歌单喽。